对于十二生肖来讲，不仅仅是舞蹈编排上的，对于音乐，对于舞美，对于服装，他们的压力更大。每一个部门的细致的要求最后结合在一起，它才能完成非常圆满而华美的十二生肖。在这次创作当中，我试图把这个舞台的空间的视觉形象尽最大可能能够展现出这一次演出对于生肖文化的定位，还有生肖文化的文化属性的视觉传达，非常希望能够跟观众在舞台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享我们对于十二生肖的一种理解和定位，也特别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分享我们这一次创作的快乐。十二生肖讲的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概念，中国的人对天的一种概念。我们想要做的十二生肖是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生肖题材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十二生肖的这个生肖的背后人文的精神提炼了出来，激发了观众对生肖文化的认识。我相信每个观众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也期待十二生肖给大家带来惊喜。